三万万，我是 Luke， 我是火宝。前阵子我变成健身魔人，体脂快比我低了。你本来就比你低吧？没有，体脂都比你低吧？但是我跑去刺青了，所以我必须有三个礼拜不能健身。再不健身又要比我胖了。最近网络上也有很多很红的下半身练到极致的这些影片，在网络上造成一股风潮。那我既然不能练上半身，为什么我不来练我的下半身呢？下半身之王，顶天立地。所以我今天就想要向他们挑战，一般人到底要练多久才可以成为他们那么厉害的人？这就是本次的计划，开始。那我们先录一段笑声，大家如果很尴尬，我们就放上来。三二一。等一下，你先给我掉了。你眼睛掉了，为什么？在哪里？重点是找眼镜，不是给他位置啊！我有新的。等一下，回味了。第一段影片，这个影片真的很厉害，站在一台车上，边摇边吃面。我不会输。哦，你很会。我很会吃。我已经锻炼到我腹部核心。运动是需要老师辅助的，不然很容易受伤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请了老师来，老师，欢迎老师。请老师先看一下我们两个的动作。六七八，1、2、3、4，这两个是步健摇吧？记得就是屁股摇就好，上半身就不要站起来，轻轻的摇，上半身不能动。六七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遥控器在那边试。操控你的脑波，你冷气几度？22度啊，19度啊，不错啊，哈，把它杀死。好蚊子，这边到底在干嘛？好复杂哦，关掉。身体不要站起来，再往左边，再往右边，1、2、1、2、1，有一种微笑曲线，微笑的中心点，2、1、2，这样就可以。1、2、1，这真的会练到腿。谁是下半身核心之王？我们。1、2、1，2、1，有点太慢了。2、1，好酸啊！踢起来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呼口有点对了。中右，中左，全部都是汗。不要想这个，感觉很好笑，真的很累。1、2、3、4，再多一点，很好。不要站起来，继续5、6、7、8。继续加油，7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哎呦，短好累，好了，右左哎，右左哎，右左哎，非常好，继续2、3、4、5、6，加一点方向，右左哎，右左来右边，身体摆左边，好难哦，右边，你们一定算蛮厉害的，知道吗？谁先验收？剪刀石头布，布耶！要吃一口才结束，对不对？4个8拍，你们不要一脸我们为什么那么累的表情看着我们，因为真的超累的。你看照片就知道了。你来给我干他，以后我们一言不合就这样。1、2，加上动作很难，我怕我会分心。5、6、7、8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，很好，5、6、7。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哎，你这样会好哎，你鼓舞啊！我现在要鞭策自己。啊，那你？我跟你要讲什么大话？没有，就这样。我这样肩膀有动吗？你的屁股是对，可是有一点太猥亵了。我来帮你。那。还没，先不要摇。你自己停止而已。记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，也不要那么严肃，享受的感觉。3、4、5、6、7，这一个算过关了，再有点猥亵。对，我们两个都过关了，我死呀！我们不满足，最后一关要怎么称自为下半身核心之王？第二个动作30秒，可以126下。先询问一个定义，一下是这样吗？对。拿回来。对。哇，你好顶啊！哎，我知道我屁股跟着你就好啊！不要这样！哎，你们面对面嘞！我不要！那你站前面。不要！不要！3、2，他是。这样吗？你真的好难跳哦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是吧？停！我有点看不下去。刚过7秒，19秒都对，他剩9下。19秒才39。你知道我最冲击的是什么吗？这样的物体，然后有叮铃铃铃的声音。正
常人经过练习没有几下。第一次的那个标准啊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啊！欸、对不起，我是有一点穿衣服有点酸。你们刚刚其实做没有错，但是太短了，要快一点，啊、连续才会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来，我先讲一下，好嘞，你们做的方法是对，但是不要让它顶太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对对，大腿、欸、我觉得好痛，好酸啊，我的大腿。腹部核心用很凶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上半身不要跟着晃，上半身不要跟着晃。看我的鬓角全湿了，这边是湿的，而且我这边都是汗。我们现在，大叔你要去哪？我要拿卫生纸，受不了。我都好像韩国人。我们在录影。不行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看我的汗吗？超湿的。谁的骨盆最端正？我们。耶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表情要顾。2、2、3、4，帮我看镜头。那我们很有限。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零钱拿走？1、2、3、4，再往上一点，7、8，快结束了，来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很好，他是缺坏坏爷爷，然后你就会跑掉。好，我跑掉。要坏坏爷爷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这个动作进入第三个八拍。新世界，这是我第三个人同时，画面应该蛮震撼。接力，还要就是等一下对方。不要，不要啦！1、2、3、4，表情注意好。他有灰尘，好多。我把灰尘震起来了。这个练完这里很酸，然后这里也很酸，我现在这边也超酸的。我现在是闷着，我肚子超痛，这真的是一门技术。你平常没有训练核心的习惯，突然做这么激烈的，很容易受伤。动作就要标准。表情也 OK 就好，加一点方向，7、8、3、2、3，休息3分钟好不好？我真的好痛。好，可以，这个吗？休息吗？我觉得它可以让我的动作不要跑掉。对啊。对，我们应该自主练习。好。3、2、3，我觉得蛮可以。3、5，神经病。6、7。3、8、3、9，谢谢。等一下给我顶好。大家在家里真的不要乱练，因为你出力错误真的很容易受伤。我们这次一定要成功。谁的骨盆最端正？我们。谁一定做得到？我们。好，来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用力一点。2、2加手，4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棒，通过。通过。好，通过。太棒了。那我们就是身外观黑人抬棺，我们两个有点先天上的障碍，早晚痛彻彻底，差不多吧。老师，我想询问一下，像这个抬棺舞的诀窍在哪里？都有一点点微蹲，微蹲就是要 hold 住那个高。我们都努力一点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。哎，我们做得很好，都没有晃。你刚扶着？对，我刚好扶着，1、2、3、4呀，脚步不要太重，再滑稽一点。3是节奏不要太加肩膀抖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厌世一点。1、2、3、4，很好，我们加板指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很好，我们学很快。肩膀3、4啊，手不要举起来，手在下面晃。2、3、4啊，5、6、7，很好。哎呦，我突然拿下来，他拿下来就换你做棺材面。对啊，谋杀，谋杀卡。你这个有点太轻了，其实可以用手偷偷辅助，没关系。不行，我们不要用手。5、6、7、8，加一点点肩膀。1、2、3、4啊，再悬空一点，可以往后走一点，很好。我们可以吗？那我们配音乐来一次。如果这都不歪，我们可以下班了。好，加少男少女，我们这样。好。11:13，耶！下班，谢谢班班老师。不会，其实霍今年就要去美国，
所以我们一起的画面其实也变少了。两个朋友一起做一件事情真的是很好玩。迫不在的时候，很怀念他，就把这支影片点开来。那我们要跑向黑夜，走了，一起去美国。小白 ，Go。